逛差不差？我知道我今天穿了黑色的衣服，然后它那个对比度就上去了，是吧？可能是因为这样子。看我买的这个帽帽，就是上次那个地方买的，你们记得吗？就是我们那天一起去逛街，然后在那里逛了很久很久，然后逛到人家商场都关门了1个多小时的那个地方，你们记得吗？就我说我买了一个连衣裙穿在里面，然后买了一个帽子，买了一个三角形的小围巾。这帽子买它原因是因为它带着两条链子，就是然后想到那个，虽然我没有看过鬼怪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那种想到那种感觉。这个项链就是南京锁，可能美元就是得我有黑色的东西对比才行吧。你们看到我嘴上这个泡了吗？这个还没下去，感觉下不去了，因为已经很久了。而且它有时候很痛，它就跳着痛，你知道吗？就我这边那个嘴巴都跳着痛，因为我不想去屋里，我担心我一去屋里就变丑了，所以我就在这个走廊这里直播了。给你们看我今天收到什么礼物吧，谢谢一直在淘宝淘乐送的圣诞树。我这个镜头是千楠的房间，首先先拆快递吧，这个快递是我自己买的，不是收到的礼物。走廊上还行，我买的饼干，因为我有时候早上起来不知道吃什么，但是又饿。哎呦，说起来，我今天还没吃饭呢。哦，我今天喝了咖啡，然后吃了苹果，吃了大概有一个吧，就在剧场要阿姨给我点的那种果切，点苹果果切，但是苹果吃不完，它不是很快就变。这个饼干很好吃，买了好几次了已经，叫海泰 ACE 饼干，海泰 ACE 饼干，它就是那种没有多余的味道，然后是香的那种香饼干，懂不懂？谢谢熊森熊送的皇冠。不是别人送的，是我自己买的呀。这个是我自己买的，这回购好多次的。那应该再把口红涂出去一点。你们看我的指甲，指甲缝里面都是这个叫什么去黄洗发水，就搞得我手指头总是蓝蓝的。好不容易洗干净了，然后呢又要到公演的时候了，公演前就要洗头嘛，洗完头手就这样子了，很烦。能看到吗？蓝蓝的。涂个黑指甲油吧，黑色的都比较搭配我。
有人送了我这个流口水，你们有没有吃过？你们喜欢吃哪个味道的？我吃一个紫色的尝一尝，是葡萄味的吗？吃了。因为它酸酸甜甜的，很好吃。口水在里面呢，流了很多。口水流了，被我咽了。收到了，鞋子今天。还挺好看的，那换个白色鞋带吧。回头给他换个鞋带。这是绿的鞋带。这是一位直男朋友送的，这个直男朋友每次给我送的鞋鞋呢，上面都会有一些可爱的小图案，可能直男朋友认为这是比较符合少女的审美吧。看，就是蛮可爱的，这是什么小熊，然后这里还有这个电池电量的感觉，挺好看的。还有一个更离谱的来了，同志们，这虽然是一个黑白配色靴子，但是离谱，是一个熊猫趴在上面，这里还有panda。挺可爱的，这是这种就是你们有没有见过那种 JK 部门的一些就是鞋子靴子之类的，他们会出一些就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，就是 JK 加罗这部分的女孩们会觉得特别好看特别可爱的那种鞋子。又是小兔，又是小狗，又是小蝴蝶结，就是玩那种。对，不是那个地球人啊，我不是说所有人都不会穿，我说的是，就是你知道他们这个圈子里面，就是对于不穿三坑的东西的人都统称为地球人，你们懂吗？就是你穿着普通的衣服，就是地球人。就是很少女，其实你就是看着都挺好看的，你也会觉得很好看，但是你是绝对不会想买的。就我每天看着他们发的那些东西，我都觉得是好看的，但是我想不到我应该怎么穿，而且我穿出去我会觉得别人会嘲笑我，就是不是我不是说这个鞋子不好看别人会嘲笑我，我是说结合我的性格还有我平时穿衣服什么之类的搭配起来的话，别人可能会嘲笑我，所以我就都没有买过那种。
但是你知道吗？他们又说那种鞋子很好穿，说底特别软，我又很想买，但是我买了之后，就我有一次我真的鼓起勇气，我买了，就是跟我们队三个甜妹一起拼单买了那个鞋子嘛，结果他给我发错了，就是我就，然后我就认为这是老天爷在冥冥之中告诉我，你不配。然后我就从此再也没有买过了。我穿亚逼风，可是今天还有人说我亚逼呢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猪猪他说的那个母灵是什么意思了。他肯定觉得，就是有一些母灵的装扮是我现在这种样子的。是不是？你们觉得是吗？这得是什么母灵啊？看一下，我母灵吗？我高级托尼，确实一下给人涂剪涂。我提母灵不会被下，母灵为什么要被下播啊？母灵是不能说的吗？为什么会被下播啊？母灵都不能说，为什么？这样子，不戴口罩全身就是摘下口罩的样子了。你把我的头披上去就可以了，就不要麻烦我再给你展示一遍了，好吗？不符合核心主义价值观，为什么一定要阳刚呢？女生也要阳刚吗？我觉得没有什么应该或者不应该的。你觉得自己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都可以。不吧，吃个桃桃就。没有看过那吃个桃桃，没有办法给你评判。而且其实说实话，人家的人生也不需要别人来评判，人家想怎么过就怎么过嘛，为什么一定要评判别人呢？对不对？他自己觉得 OK 就可以了。其实，你知道吗？那天我听到有一个阿姨说，她举着手机在刷什么短视频吧，估计是。她说：“哎呦，你看这个人。”她说：“长得丑不是你的错，出来吓人就不对了。”其实我知道她只是觉得这句话可能，她以前听说过，然后她想用在这个地方，但是我就是有点不舒服。好了吗？还是卡吗？妈呀，我把你们端到别的地方去，你们现在是在我最高的一个凳子上，知道吗？这样好了吗？还是卡。好了吗？
了？家名字送的圣诞树，我就说我听到这个有点不舒服。虽然我知道他可能只是对，就是玩梗嘛，但是怎么说呢？我觉得好惨呀！我觉得为什么人一定要长得好看吗？换句话说，这个世界上谁想长得丑呢？一个人他生出来长得不够好看，其实生活当中已经比长得好看的人要平白多受了很多罪了。这又不能选择。如果说他去整容，你可能还要说了，哎呀，就是整容人，巴拉巴拉之类的。可是为什么呢？这个世界就应该是这样子的吗？我觉得是啊，整容都是大家自己的选择，但是有的人他就是会这样子去指责你，你知道吧？就包括你说人长得不好看就要被骂，好莫名其妙啊，为什么？是啊，人都爱美，但是也不能说，因为这个人长得不是你的审美，就。他就做错了什么吧，对不对？他们在玩儿吧。假如有人这么说我，我怎么回他？我可能不会回他吧。他首先得在我的眼里，我才能去回他，对不对？首先，我觉得这样说别人的他，就是，说的不好听点，我觉得挺没教养的。那我干嘛跟他多废话呢？浪费我的时间了就。今天美瞳是叫什么布偶还是什么的，我给忘记了。就是我每次戴这个美瞳都有人问我，谢谢林达达送的皇冠，每次都有人问我这个是什么，但是它是一个年抛，就是因为我平时不常戴年抛，就我只买了这一个年抛，然后我觉得它是很好看的，但是我的眼睛实在也不太适合戴年抛，每次戴年抛就感觉有点难受。但是它的蓝又是我没有找到有类似的这种日抛。就我也买过蓝色的日抛，但是都蓝的没有那么好看，没有普通的日抛款，那种好看的，我感觉那种好看的都是年抛款。确实，我觉得这个眼珠子很搭配我的发色，而且和橘色的唇釉也很搭配，是不是？我播到50下去翻牌，还收到了一个围巾呢。是这个格兰芬多的。其实我刚买了一条格兰芬多的，在双11的时候，但是它这个跟我的款式是不一样的，就还好吧。虽然戴起来应该都差不多。我买的是那种就是粗针的。还有点点细，这个围巾有一点点细。呀，它挂住我什么东西了？怪我在这里走廊里直播，别人会觉得我很奇怪。谢 RV 送的戴安娜凝视。
教你们一个戴围巾的办法。哎，我之前是不是教过啊？就是这样子戴，绕一圈，然后再绕一圈，就这样子嘛，不是？完了之后，你从这里把手伸进来，然后把这节拿过来，就是掏一下。这个有点细啊，如果你用平时的那种大小的围巾的话，就会正好。它就会特别正好的这样子落在中间，然后也不会开。其实很简单啦，就是你看，你这样子了吗？不是，这样子会吧？这样子大家都会的啊。就是搭上来绕一圈，绕到这里来，知道吧？然后呢，你要把这个圈扩在这一条的外面，然后就有点像编那种手绳，可能我会编手绳，所以我觉得很简单。这样子拉过来，拉一下就可以了。谢谢圣诞卡，谢谢谁的圣诞卡？谢谢刘水江宝贝送的圣诞卡。刚是谁？是哪位小伙伴送的圣诞卡？谢谢 RV 送的圣诞卡。格兰芬多和斯莱特林都蛮适合我的。其实我喜欢那个拉文克劳，我觉得那种蓝色配色很睿智，很高贵。主要是墨绿色，我感觉斯莱特林现在太多了。我是一个不喜欢随大溜的人。如果回头，谢谢嘎嘎不是同学送皇冠。如果回头这三个院人都特别多，那我就会喜欢那个欢院了。斯莱特林适合我是因为我染了金发吧，戴一个眼镜，然后围斯莱特林，你们就会觉得很适合，是吧？但是我做测试，我是格兰芬多耶。其实我以前完全不喜欢格兰芬多，而且我也觉得我不可能是格兰芬多，但我做测试就是格兰芬多。我一直认为我会是拉文克劳或者是斯莱特林。结果我做了测试，我是格兰芬多。我当时觉得好震惊，但是后来没关系，因为我喜欢那个罗恩，所以我觉得行吧，斯莱特林呸，那个格兰芬多就格兰芬多吧。谢谢青春蝴蝶送的圣诞树。我一点不觉得我正义、勇敢、热血，我一点都不正义。对，但是确实我是就是平均，特别平均的，只是格兰芬多多了一丢丢一丢丢，非常非常少的一丢丢。我觉得我是多边形战士，我每次做什么测试都是特别平均的，就算胜出也只是多了一丢丢的那种。对，应该是不极端的人，就是性格也不是很鲜明的那种人吧，应该就是。我会觉得很多东西我会觉得都行，就是没有那么的爱憎分明吧，可能。觉得可能有时候不是很鲜明，也是一种特色吧。只有四条翻牌，我很快就会翻完。拜拜。
发这个直播，你每一次打开它的时候，它都重置了。也不是没有机械，反正每次打开都重置，很烦。对，最近每天都要重调，很烦人。本来就讨厌调这个。谢谢小达人送的圣诞树。起痘痘了，哎，好烦呀！本来打算明天去泡澡的，但是一想明天是周天，感觉还是后天去吧，就有一点点难过了。因为这几天一直心里面想的是，哎呀，到时候就可以去泡澡了。现在365天都在做梦送的圣诞卡。今天不去是因为人多吗？那还能是因为啥？因为礼拜天跟我八字不合。山子哥也去出去拍东西了，明天该干什么呢？不然就可以和他一起去射箭。主要是你看周天干什么的人都多，对吧？其实今天我说有没有人玩那个剧本杀，结果大家鸦雀无声，可能是大家觉得今天太累了吧，不想玩了。他们说明天玩，自己也可以设计，但我如果自己去的话，山子哥一定会急眼的。谢谢兰兰送的皇冠。哦，你知道吗？今天阿姨跟我说，刘贤过来签名。然后就是我们现在每天到剧场都要签名，然后测体温。然后我就在那里签名，量体温的时候我就这样子嘛，然后拿着那个测温枪，然后就这样给我测，然后我的手一直在这样。然后阿姨说，你手怎么是抖的？我怕她以为我有病，你知道吗？我跟她说，太累了。怕他把我扣在那里不让我走。但我跳完公演就是这样子的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可能是太累了吧。锻炼了吗？我锻炼了。我今天开麦了，你们有听到吗？我今天死劲唱，然后跳舞又很累，然后又使劲唱，可能自己就不太那个。不太 OK 吧，还是得锻炼吧，因为我感觉他那个麦声音开的也不大，如果想明显一点的话就只能再大声一点唱。谢谢一模送的圣诞树。对，因为带着那，你嘛去啊？拍视频。去舞蹈房。那你隔壁的房。为什么都去那儿拍视频啊？因为他房间有灯光。我来了。
返总是掉，是因为那个耳返它要从衣服里面穿过去，就是要别在衣服里面。但是呢我那个衣服裤腰松，如果别在里面的话我裤子都要坠掉了，你懂吗？所以我就只能把它别在上面，别在上面又难受，然后我就只能把它别在外面，别在外面呢它那个线就会乱飞。耳返不是钱的，是我自己的。不是它，因为它有下面有个盒子，一个这么一个大概这么大的盒子，是很沉的那种，像一个铁块一样，然后你要把它别在身上。然后呢一个麦加一个耳返是两个铁块，就是你要一直把它别在衣服上。所以它上面因为你它线在外面的话，你一跳动作或者什么的话可能就会打到它，然后它就会掉。所以就是要从衣服里面穿过去，衣服里面穿过去呢它又蹬我的裤子，做一个绑带在身上是有的，但那个绑带勒得难受，就是它勒在你腰上，勒在这里，然后你要穿那种露肚子的衣服呢就会一条黑色的带子皮筋在那里。我今天耳返里面听到声音还挺大的，结果我今天去看了一下录播，感觉声音也不大，挺小的。王牌是不是扣不上？你说外套吗？我外套的扣子坏掉了。偶尔有一声大，那可能是我这样子，我是这样子的副歌，就比如说有一些动作，比如说在黑暗里无声无息的等待，这种动作你都没办法唱歌，因为你要起来下去起来下去。然后呢因为跳舞是这样子的，跳舞的那个气是往上走的，唱歌的气是往下走的，然后你唱很对冲很痛苦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这些动作你都没有办法唱，然后我就前面我都只对了口型，只有那一句开始唱的。就你们可能听声音时大时小的原因是小的时候我没唱，我就张开翅膀站在寂寞的塔前，让暴风骤雨，其实这也上下上下的，但没办法了，我会经常这样子。那个叫什么，谢谢嘎啦不是东西送的皇冠，因为你有时候气倒不上来了。确实对嘴还是真唱面部表情是不一样的，对嘴的时候我感觉我自己就很美，然后真唱的时候一看录播那个表情鼻孔都放大的，气上不来就只能偷气啊。我在想哪一首歌能向你们证明我哪句唱了哪句没唱。舞厅时钟在转动，倒数每一秒，一度空间为小小而过，手足多么迷妙，摆脱舞一度空间为自己战斗不退缩，这样子可能戏就倒不过来，然后就会用着勾勾那里，我觉得很嘚儿，我也没有唱，你知道就完了。要不然你就会一直勾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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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就是很嘚儿，唱一半留一半，就留白的艺术，知道吧？确实，台下有空，有时候也会改过去。那个地方我会，那个地方。第一首歌 ，Bridge 你桥那个地方什么来着？就是那个什么叭叭，前面都是唱的 ，Don't say fire， 是这样子的。这人就不唱了，谢谢嘎嘎不东西送的皇冠。因为唱这种，你要用假声吧，又有点虚；你要用真声吧，我又怕它破；用混声吧，我那个气调整不了，所以我就反正听不出来。而且因为他下一个动作就是噔噔这样子，然后你做这种动作的时候，你就没办法唱歌啊。也有可能别人有办法吧，我没办法，我还是差点意思。啊，我每次看那个就是，阁楼的那个，他们打个舞台的时候，我觉得米娅真的好厉害呀，她跳舞又很牛。然后唱歌，哇，完全你感觉不到他在真唱。真的完全感觉不到他在真唱，你会以为他这是，不过确实他们团我觉得他是最厉害的，他现在。而且他比以前还厉害了。一季的舞台还没来得及看。谁有人给我转发了，发到我私信，然后跟我说爱情的子弹刺中了心尖。还没来得及看呢。但是我基本上 I can fly 我整首都唱了，那个地方没唱，转圈的这个地方没唱，因为转圈那个地方唱不了。因为跳这种动作的时候要特别舒展，你舒展的时候你没办法对抗那个气，如果我那时候唱了，我动作就会变得萎缩。我以后会练平板支撑，一般练平板支撑，一边练平板支撑一边唱歌。多练练就好了。天哪，我要去买东西了，我不跟你们直播了，双十二谁提醒我了，谢谢你，拜拜，你们耽误我的时间，你们不耽误我宝贵的时间，拜拜拜拜，撂了撂了，我还没买呢。